向佐与郭碧婷在2019年结婚，不过近年向佐却不断被爆料婚内出轨，夫妻俩的一举一动也因此受到许多网友的高度关注。26日，向佐在社群平台晒出两人甜蜜同框的幸福合照，以实际行动展现对老婆的宠爱。他在微博分享一系列全家人为小儿子举办周岁派对的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温馨和乐。他还开心发文写下：“有家人就有一切。”他除了在贴文中称两个孩子是他的小宝贝，还甜蜜对郭碧婷告白：“我的宝贝。”他同时分享一张夫妻俩的放闪照，只见两人头靠着头，对镜头露出幸福灿烂的笑容，超甜蜜的模样直接闪瞎大批网友啊！Bye.